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03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我一样呢给大家做一个 Kingdom 的玩具，不过呢，我今天挑了一个新的级别的玩具，它叫做 Core Class，应该翻译成核心级。那我们一样简称它为 C 级好了。简称它为 C 级呢，这一次的这个核心级 Core Class 呢有个好处，因为呢，它呢跟之前的 Commander Class 指挥官级呢，基本上是属于相同定价，还有相同身高比例的一个等级。那么呢，在这个 C 级的话呢，名字虽然换了，但至少简称还是 C。如果你玩变形金刚比较久的话呢，大概到电影第二集09年的时候呢，差不多这个身高的玩具呢是叫做 Scott Class，叫童子军级。那这个等级就是说比低级再往下降一级的话呢。这个级别的名字呢，经常会换，有时候叫什么，甚至还有什么传奇级、军团级、童子军级，什么传，什么什么，反正就很多种。但是有一种真正比，有那个 Legion 级是会更小一点的啊，反正这个名字就是非常的混乱。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呢，这一次的话呢，它重新定义了这个身高的玩具叫做核心级，那我们就知道一下就行了。那么这一款这个人物的名字呢，说实在话，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叫它什么，网络上搜不到。你去翻译也翻译不出来。这个人物呢，本身也是 Kingdom 系列新的原创人物，在过去的 BW 系列里头是没有这一款。那我本来对这个玩具的 focus 呢是没有在这个上面的。我是看到这个合会的时候，我非常惊艳，哇，非常的有奇幻风格的一个骷髅龙啊！大家知道我是对奇幻文学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偏爱的。那它的一个机器人的形态呢，跟这个恐龙的形态呢，看起来就非常合我的。和我的口味，所以这一集的话呢，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一个 Core 核心级的这个级别新出现了。那今天的话呢，就直接的看到这款玩具喽。首先的话呢，它的一个可动度的话呢，头部可以动，这个呢算是也不能算很惊喜吧，因为这个 C 级的玩具呢，头可以动，不算是很新奇的啊。如果是最小的那种 Legion 级、传奇级的话可以动，那就真的是要大大加分了。这个头啊，我看上去有点像是这个《风之谷》里头的巨神兵啊，我说的是这个漫画版里头的感觉。那么这个由于是这个 Kingdom 的一个新的原创人物啊，究竟是单一一个人物还是一个量产的杂兵，这个我目前是不知道。手臂的话就是有两个球形关节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可动，脚的话往前往后踢没有问题，这里也是一个球形关节，而且非常的紧实。脚踝的话呢，Commander Class 的话，不对，Core Class C 级的话。这个脚踝能动啊，这个就有点小加分了。背后背包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做成是一个像是骷髅的一个感觉。严格来看的话，你可以说，它好像有四只手，对不对？完全可以接受，这反正就是一个类似于是怪兽的一个形象。龙头的话呢，是在这个地方，非常凶恶的一个部位啊，就用在这里了。武器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尾巴，这个也是非常容易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配色的话，跟合会上有一点点出入啊，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还不赖啊，有一种就是生物的感觉，生物的感觉真的是有的，就是有这种肌肉啊什么的一个样子。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也是比较有趣的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背包给打开，头部的话呢往后面缩进去，然后呢整个头的话往上翻上来，记得翻到最上面，再把这个部件呢往下翻，然后呢这里出现一个凸，那内侧的话就有一个凹，就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再把这个手臂的话呢，是连同整个这个大手跟小手呢，是一起的往内翻进来。翻进来之后的话呢，是在侧边这里啊，侧边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洞，小小的洞在这里把它给扣进去。这个洞到哪去了？就从这个地方有个小缺口，在这把它给扣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直接翻下来，然后呢这个凸跟这个小凹槽就把它给扣进去了啊。看上去呢，极端猥琐的一个变形过程，哼，把它给扣进去，好像没有扣到位，是不是？好，然后呢，这个龙腿的话就直接的往前面放下来就可以了，就是一个保护住要害的一个感觉。那最后就是把这个尾巴给扣上去，就完成了这个它的一个龙形的一个变形。那至于尾巴你要转这样子，还是转这样子，或者是转侧边啊，这个就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了啊。那我个人的话是觉得好像是这样子是比较合适一些。那么这个它那个龙的一个骷髅龙的一个形态呢，比起机器人的话呢，我是更加的喜欢这个骷髅龙的一个形态。首先呢是站立性啊，非常的好，因为脚掌非常的大，
腾空一点也无所谓了啊。那因为脚的一个关节呢非常的紧实，所以在站立上的话呢就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问题。比较可惜啊，真的是很可惜的，就是他的一个头部只能上下动，嘴巴呢也能开啊，但是下巴是一个软胶部件，但他头不能够左右转啊，这是他最可惜的。头顶的话呢有那个啊极为像生物的一个感觉，头上的这个是有这个尖刺的一个样子，也可以说是有一点像，也有一点皮肤的感觉吧啊，这个有点渐层的一个配色，相当的不赖。那这个手的话呢，原则上是你可以试它是没有可动啊，两侧动，这算可动嘛。那尾巴就刚刚提过了啊，那么脚踝是可以动的。那所以说这个人物的话呢，在龙形态下呢，我个人是强烈的喜欢，摆在桌上呢也不占位置啊。那我们把它呢跟这个昨天呢跟大家做的这一款这个金刚王呢做个小小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对比啊，这样的看上去还是有一个应该还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比例吧啊。那这个是蛮推荐的一个小玩具哦，算是突然看到的一个合会吸引了我，那就也想说哎，居然等级叫做核心级，那利用这个机会呢先给大家做这一款的开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